谁在那儿？公主，是我，李雄。你这睡觉怎么也不好好穿衣服，小心着凉了呀。哦，李雄啊。好了，你可以转过来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好要跟你商量件事儿。你知道吗？化兽族有人要杀我。什么？公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倒没事儿，奎文郎把我救下来了。他说会去调查刺客的事，但是我并不关心这些，我只想回家。可是，我们也不能这么干等着。我想逃也逃不掉。可恶的奎明郎，居然把我禁足了。大王这么做，也只是担心你的安危嘛。但要是刺客再来，我只能等死。不会的。啊？我是你的隐卫，我会守着你。哦。公主，你的脖子。哦，没事。我给你上点药吧。好啊。疼吗？你如果疼的话，一定要告诉我。这么看，李雄还有点帅啊。